哎，哎呦，哎呦，谢谢。哎，你咋在这儿呢？这是你遛狗啊？你咋在这儿吃饭呢？我今天上午运气特别好，打扫了四户人家的卫生呢。然后我下午1:30还有一家，我就在这里垫一口。那你一早上这么累，光吃馒头哪能行啊？还有咸鸭蛋，咸鸭蛋配馒头，味道还不错。哎，哎，这掉地别吃了。这粮食怎么能浪费呢？而且我外婆说了，这个东西掉在地上没超过3秒还是可以吃的。赶紧帮我签一下，等着我啊！你先别走啊，我马上回来，等我啊。把这喝了，这是什么呀？银耳羹。你一早上给4家人搞卫生，那么累，你光吃馒头哪能行？喝点有营养的。谢谢啊。哎呀，快快喝，不客气。怎么样？好好喝，就像我小时候外婆给我做的那样子。那他每次都要炖好久啊，你这个这么快就好了？哎呀，它是冻干银耳羹，就是人家那边也帮你炖好了，炖了也很长时间，然后用一种低温冻干技术把它变成一小块一小块，你拿回家开水一冲，1-2分钟就是这样的。那太厉害了，也太方便了。那哪里有买？我想给我妈妈买。下边小车就能买。哎，好好，你给阿姨递回就别买了，我上回买的还有2盒，你拿回家直接给阿姨喝。每次都是你帮我。哎呀，咱俩就知道你什么。你电话。你来电话了。喂，哎，是我，哎，哦，好，谢谢啊。怎么了？我之前去面试，告诉我就没通过，可能是我能力不行吧。哪有的事，你那么优秀，这个，那这是老板眼光不好。你别气馁啊。你放心吧，哥，我这几家不行，我就面试几十家不行就几百家，反正为了我妈妈，我也一定能找到工作的。这是要打拼的状态，特别好。放心吧，哥。赶紧喝。哟，哥，我这个马上打扫卫生的时间就不够了，我得不能迟到，那我就先走了。那我留着喝，啥时候有空再。那我明天还给你啊。哎，好，慢点啊，别太辛苦了。好，别太累啊。我先走了啊。别跑，别摔倒了。谢谢哥。